开始喽。今天下午呢，有非常多精彩的团队、个人的舞蹈表演、歌曲表演等等，来到一片熊同大家 Q 卡了刀刀面。今天好，还新灯半截，都还讲面板，再次跟大家说一声新年快乐，龙年发财，大家身体康健。那今天下午呢，在活动开始的过程当中呢 ，N 点 Q 动都该发痛。好，诚如刚才主持人有介绍过的，除掉了 Help 该混发艺术 DIY 以外 ，N Help 该客家混发面 K T V， 还有两对一百二十斤的台板，120斤大的新灯板。大家可以到后面去看看。那傍晚的时候呢，这个那么大的新灯板会牵来头，开始给它分享，会切新灯板跟大家分享哦。就去今天现场的东都对台北、高雄、东埔、国体来到现场的好朋友，今天我们现场的朋友有从全台湾各地来的，你们可能之前只吃过那个安菇粿，没有吃过新灯板。我们东西提给客家新灯板，还一顿赞，一顿好食的，所以难得来到东市，今天一定要品尝一下我们的新灯板，好吗？好，好，那我们今天下午的第一个表演呢，带来的团体是台中市东油两街中民高中，中民高中的热音社。他们的社团呢已经成立23年了，在每一年的迎新活动，还有呢他们的那个 Christmas 耶诞节的时候，他们都会跟台中市很多的学校搞联，这是台中市灰熊牛两街热音社团。那今天带来很多青春洋溢、灰熊牛翻地街狗跳同大家分享。那我们用掌声来欢迎中民高中热音社，众香鼓励，欢迎。Thank you.
歌曲。那马上我们第二首带来的是叫做《我们的青春》，青春叫什么？嘿，伤，对吧？哎，能感。